哦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神灵，我们今天的夜玩包底的模组它叫做 1999.exe， 没错，是 exe 非常恐怖的版本，这个真的很恐怖，而且游戏内容完全可能会不一样哦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它的页面，说按 Y 可以哦，可以启动游戏，进去看一下。嗨，哦，看起来还蛮正常的啊。对啊，没有，等一下，注意看上面那个笔记的字，刚刚它跳掉了，真的有乱码老师没问题吗？老师应该是没问题的 ，exe 而已嘛。我们先去回答第一本书，开不了门 ，OK， 没关系，我们开这边的门也开不了，很好。啊，有，打开了，收集笔记，笔记非常的正常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模组。一哦。没问题的吧？很正常吧，这游戏。这什么钱啦，钱也坏掉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至少在包底的教室里面嘛，我非常的简单得心应手了，包底的教室。负三七，然后这个回答不出来，所以是八七。哇 ！What？ 等下，这什么东西？Hello？ 这样是正确的吗？Hello， 外面有人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人啊。什么东西？快啊！我的游戏坏掉了。这样怎么玩？它怎么会出现这个东西啊？1999EXE， 坏掉了，要做补偿吗？好的，帮我补偿一下。OK， 帮我再帮我修复中。好，我们等他一下。等一下，这样没问题的吗？老师会不会不见啊？成功了，补偿成功，修复完成，继续吗？继续，对。OK， 前面有一个人呢。我等一下，这是包底吗？等一下。哎呀，后面掉着很多人，你没有看到吗？等一下，这还是包底吗 ？Hello， 我怎么会来到这里的？我们先去见前面那个人看看好了。前面那个人他可能有什么秘密啊？农场，玉米农田呢？大丈夫か？我们往前直走好了，它在前面嘛。这边地上有东西耶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要去哪里啊？有点迷路呢。这边有白色的，他说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被卡住了吗？我确实有点小迷路了啦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还可以看到有亮光啊。我们往亮光的地方走。这里就是 ，Oh my goodness，Holy crap！等一下，这是谁啊？这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臭脚脚，臭脚脚，我不认识他。对啊，他是谁啊？这边有另外一个纸条说，需要帮助吗？这里有手电筒啊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我有手电筒了，耶、yeah ！虽然没有什么用啊，感觉。找到一颗石头了，有一个门锁住了，所以我们还要找钥匙哦。哇，这也太难了吧！等下，这边又有另外一个有树，我刚刚想说被绑在空中也是蛮奇怪的啊。Five minutes later， 我走回来了啦，白痴啊，走一走就回来了哈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我怎么回来找你了？不是要找你啦，白痴啊，跟我找钥匙先啦。Two hours later， 我找不到钥匙啦，给我你身上的啦，哪里有钥匙啦？我想想看哦，我们以这个方向为中心点的话，这边就是那个门在那里。然后前面那边没东西，然后那边有手电筒，所以我们要往这个地方走。我怎么来要找你了啦？我不是要找你的，我完全不想找你，你走开啦，出门，我待会再找你，你待会最好不要消失哦。到底在哪里的啦？我们的手啊，走，果然是刚刚一开始的地方哦。伸出来的机关来了，我觉得我们的手好像米奇老鼠的手。米奇老鼠，找到了，恭喜哟、哦，进去哦。等下，我真的要来玩包底的，你们到底让我玩什么东西啦？这什么鬼东西？哪个天才制作出这游戏的？来 ，The End， Ended， 完了，我现在转头是不是？1 2 3 4 5，没事。有人的手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我什么都没看到。
我们要随时准备往后跑啊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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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箭头指着。老师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完了，没体力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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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Yes, yes, yes, yes! 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回来了。地上有血迹，我们要跟着血迹走吗？还是我们要回答书啊？没有书可以回答。哎，没有书可以回答。哎 ，Hello。Anyone here? Hello? 哎，有笔记耶，问号，问号是什么意思啊？ General 是怎么1-16哦，25什么意思啊？这是答案，第四个答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听到老师的声音了。这边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需要尝试什么？中间空一格应该是答案。他说密码第二。密码第二，所以那边答案是用在密码第二，我们要找密码就对了。那么这里呢是四号，我刚刚有看到那个 General 四的，所以哪一个号码是最好的啊？刚刚我有看到那个答案，我们就是找这些题目啊，总共不知道有几个啊，然后还有一定的答案，写着问号的就是答案，答案会告诉你第几个是第几个的，他答案会告诉你是什么数目，然后你要对那个顺序1234啊，然后门锁住的。OK， 我大概了解他的运作了，但是答案是多少呢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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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洞，老师脑袋有洞。嘿嘿嘿嘿嘿嘿 ，It's me， 人类。哎，还蛮慢的，其实。回去，接退。20退散，这里呢？七亿人 ，OK， 七，答案里面一定会有七，还一定有什么问题问什么需要七亿个人类？比如说地球上有几个人类啊？七亿啊，七十亿嘛？其实答案是 ，Janice，OK，、okay, 这个是刚刚看到的第三个问题，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4-16的那个，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答案，所以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要的东西在哪里了，但需要一个一个去了解，一个个我应该拍下来的，老师。哦，这里面也有一个，等一下，老师，看一下，666666666，等一下，旁边这边有一个，哦，这边可以按密码哦，我们需要知道全部的数字，然后一个一个排起来 ，OK， 666，到底什么问题？答案才会是666的啊 ？Five minutes later， 什么声音？哦，听到，人来了。找，我刚刚要趁机上网查一下答案，我们因为不懂英文嘛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就查一下答案嘛，原谅我，密码是10746，如果谁英文很好的可以自己来解一解啊，我是看不懂题目我才解不出的齁，没有，其实我也算不出来什么东西啊，走开，走，我们去回答，走，答案是我的鼠标呢，哎，我的鼠标，哎呦呦，10746，弟，有吗，这样有吗？有吗？我不知道，哎，这样算有吗？我们去门口那边看看，因为门口锁着，只有食堂那边有门口，其他地方没有门。快走，有开门吗？有开吗？拜托开！没有开，门还是锁住的。没有门还是锁住的，难道密码不一样的吗 ？Hello， 老师，你脑袋有洞呢，你有洞啦！钥匙在这里伸出来，对，这边打开了，这边，哎呦，拿走钥匙没有拿就想离开啊。可以开门了吧？可以了吧？开！哎，你是谁？我手上拿着一个按钮吗？那个是上吊，哎，上吊，然后旁边有一张纸条啊，写说很多人呢，什么死掉，然后受伤，应该是自杀吧？这就是发生在这个现实世界的，很多人就是失败之后。OK， 你给我知道这个干嘛？我不需要知道这个，我不要掉。还要我上吊呢？附近没有东西吗？好吧，你叫我吊就吊吧。哎，没有，原来是看你哦。然后呢？现在呢？啊！哎 shit， 变白了。地上有字体，地上箭头，跟着箭头走，没问题的吧？不要吓我哦，我会生气的哈、哦。冲啊！那边好像有一个桌子吗？那是桌子吗？要签什么协议书之类的吗？惊吓协议书，你还有血迹，我看到了。
这是要干嘛？这是要干嘛？桌上有一把刀，还有一个，哎，没有刀，有刀，然后还有这事情呢是可以什么避免的霸凌哦。哦，霸凌，然后毁灭的友谊，就是人们自杀就是因为霸凌啊，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我也最讨厌霸凌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现在你要霸凌我吗？要换你霸凌我了吗？怎样？玩暴力，玩暴力不只可以教数学，还可以教你道德。不要霸凌别人，你会让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，你知道的。你别以为这样霸凌的人就没错，霸凌的人错最多啊！别以为这个世界没办法判你死刑啊，就是你没错，没有你还是错。没有镜头啊，我远离他吗？啊！好，鱼再变回黑色，走。Hello， 为什么地上的箭头变成一个人的符号 ？Hello， 你有什么问题？小姐，你还好吗？为什么会有枪的？一个人呢？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什么东西都不会发生。当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永远不会觉得开心，你非常的无助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脸上怎么会有血迹？擦掉一下。哎，不是啊，不要拿啊！好，拜拜，我远离你，拜拜。好，变白色。哦，有门了！走，咱们今天上的是道德啊，不是数学了，数学、科学、英文我们都有教过了，现在我们来教道德。这什么字条 ？Behind you！ 这不是道德，这不是道德。Oh my god！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. Oh my god! 你们是谁啊？到底哦，校长，干嘛？啊 ！Oh my god！ 当掉了啦！哇！我醒来了！我当掉了啦，直接当掉了！那什么鬼东西？没事，在家里醒来了啊！不要再玩包底了 ，OK。OK， 没事，这就是我家，你看，非常的豪华。我家还有这个壁炉啊，壁炉里面放什么？微波炉。为什么放微波炉在里面？这什么东西？什么声音啊？有个奇怪的嘈杂声，你没有听到吗？我要打开收音机吗？打开一下。哦，有。收音机不要开了，收音机不要开了。我开收音机了，然后呢？哎，不要关灯啦！哦，可以互动，可以互动。哦，那我应该有某扇门可以进去的，拿水啊之类。哎，哦，开了。我要睡觉吧？什么？我需要吃药，在睡觉之前。我药的话，我刚刚有看到，在这里。我拿到药了，来喝水，来跟水一起喝下去啊！啊，不用啊，直接睡吗？好，直接睡。嗯。心情好，睡觉呢。按 S 来睡觉，按住给我睡觉，我才对，绝对不要开眼睛，绝对嗨，不要。怎么办？现在要开眼睛还是要关眼睛？怎么办？哦呦，包底，为什么我来到这里了？等下我可以按 S 醒来吗？不行，我醒不来了。Hello， 这是什么地方啊？こんにちは，哎呦，等下啦，为什么包底的模组可以变得这么特别？我要打电梯可以吗？哦，电梯没电了，好的，那我要启动电源是不是？锁住了，很好。啊，这里有钥匙，这为什么会有物理引擎的 ？Enter，OK，进来了，我要启动六个电源啊 ，OK， 又在变回包底的玩法了。电源在哪里？电源。喂，什么东西？那什么东西？好像没有攻击性的，不要管它。对，啊，哎，那什么东西？啊！救命啊！没有最怪的吧？没有最怪的吧？原来有怪物。有怪物 ，OK， 那边有一个发光的东西啊，这什么东西？钥匙 ，OK， 请问为什么包底会变成这样？我的包底呢？还我包底啊！还我包底！我亲爱的包底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边感觉可以出去啊！哇！哎，
那边有蓝色东西耶，我们去那个蓝色。哎，那个应该，这个应该没有伤害的，我们去那个蓝色东西看看。进去了，然后呢？启动吗？先启动再进去吗？啊，有有有，传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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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传送装置吗？这个可能是记录点之类的吧。哎，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哇哦！哦，可以显示啊、哦，可以显示东西在哪里 ？Yes， 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就需要这个，早点给不就好了？这边什么鬼东西都没有呢，有点可惜。哎，它是侦测敌人的哦，侦测敌人的啦。那其实还蛮没用的，我眼睛就看得到了，你把我当眼瞎是不是？哎，哦，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没关系啦，不重要啊，那个东西。哎，有一个东西，这什么东西？哦 ，What？ 他说这是一个装置，可以穿过，你可以看穿过墙壁的敌人。OK， 按 J 就可以启动了，就可以看到敌人。哦，完全不需要呢，要怎么关掉这功能？哦，爆炸爆炸，只能用一次哦。啊，启动，启动一个，启动一个。你们有钥匙吗？嗯，没有钥匙，我也不能去其他的啊。这边因为刚好我有钥匙，所以才可以进来这里吧。等下，为什么我启动三个了？我才启动一个，不是吗 ？Generator， 电源。对啊，我才启动一个，不是吗？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他过来了，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啊，这什么东西？钥匙，拿到，拿到，拿到多一个钥匙了。346 minutes later， 快点，快点！没看到我在照你吗？快点！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慢慢来，没关系啦，慢慢来啦。哎呦，不用这么快也可以的啦。对啦。哎，没事吧？前面那是包迪老师，前面那是包迪老师，前面那是包迪老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不要去，不要去，绝对不要去。啊，里面有一个小房间。找到了，哎，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钥匙 ，yes， yes， 还剩这两个，什么声音？哎，你干嘛？还轮不到你出场吧？为什么你会出来的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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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没有这么多敌人的啦，没有这么多的。Later， 干嘛啦？我要去那边的，你走开好不好？你走开。你走开！你走开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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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 ！Oh my god！ 你也走开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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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不能开 ！One nap later。哎，打到打到！哎，刚好这个这个这个！啊啊啊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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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可以再出去了，会死会死。他说，他说逃跑。等下，我收集到七个是怎么回事？收集到七个是怎么回事？这果然有 bug 吗？七个是怎么回事？七个，七个，我还有一个钥匙呢。他还给我两把钥匙，我还有一个钥匙没开呢。所以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。bug 是我幸运啊。啊，来来来来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这里这里这里。Oh my god！ 你挡住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消灭你们不行啊，不可能能消灭啊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玩游戏的呢？啊，你觉得这样是可以的吗？我觉得这不行哦，这要好好教育一下。我明明又到了，可他却不给，是怎么回事？我的责任吗？不是啊，是你的，你会不会教育你的学生？侦测，哎，他们越靠近了，快快啊，有希望，有希望离开。有希望，让他们离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检查看一看 ，yes， yes， yes， 从来的地方离开，来的地方离开 ，enter， enter， 哦，啊，好，电梯，电梯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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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啊，哎，等下还有哦，哇塞，我都玩了一个小时，要两个小时了呢，那带我去哪里啊？而且我不是在做梦而已吗？睡这么久的，起床了啦！播什么 A 片哦 ？Well well well， 这是什么鬼片片？
你终于办到了，你的噩梦很远吧？为什么的噩梦这么久？对啊，为什么这么久？为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东西？你们根本跟包底没有关系吧？你先不要庆祝太多，你的噩梦才刚开始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你有没有勇气继续开那个门呢？我个人是没有勇气的啦。唉，尝试让你进去，尝试让你自己进去吧。问号问号问号，请问我是按什么？按一吗？哦哇哦，你赢了！啊！我不管怎样，我看到这个非常高兴啊！就算没有赢，我也很高兴。You what? Oh my god! 竟然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的，哇！史上最夸张难的包底，还跟我直接跳跳游戏，真不愧是 EXE 啊！呀，这什么东西？他播了一段东西给我看呢。这什么东西？哎，我没杀人啊，不是我，我没霸凌人啊！哎呀，老师是老师霸凌人，所以老师活该，老师死掉活该啊！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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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什么鬼包底啊？这根本跟包底差太多了啦！这根本就是你玩太多包底，晚上做噩梦的时候1%才会遇到的场景啊！遇到这种场景的话，麻烦去看心理医生好吗？